大寮啊，他没有去，大寮是吧？高雄大寮，泡茶，高雄大寮，高雄大寮，我们要去高雄大寮泡茶，来不及，他们好像要去宜兰吧，宜兰。啊，李老板他们两个不需要走，我们要走路回家。因坐我车啦，俺叫伊挂袂起。哎，你要去啊？就爱修身养性，爱有足够时间。今天没有去，下次又叫说明题了。今天今天有一个大山，大山五线虾，同样的，几家吗？他们说那个新店姐，我知道，这样这次会流鼻血那一种。对，你跟我面试的时候，你有讲过。然后我就是煎不出来，我就直接煮。那要技术的，对，不要一直翻。省身有练的，我水煮，我都用水煮啊。水煮完了，你再拿过去煎。没有，我就直接水煮。那猪脚是真的不错。那它很浓稠。它胶质都在汤里。真的很浓稠。但不是完全跟我的主修相关。材料还是学专门在研究材料。你几个方向是这个？他现在在做汽车，他也是读材料。汽车上面汽车做大台的。像材料工程，汽车什么？材料零件或者做哪一汽车？加在我的这里刚好。你看我浓度哎。没有，其实喝这个不错，因为中午吃的很多嘛，你在家会泡吗？我每天都喝咖啡。